自在心安，万事人类圆满居住其难，无来无去虚空大家知道吗？不管我们是要跟大宇宙连接，还是
要身体健康，我们最主要的要点是什么？就是要气畅脉和。如何气畅脉和呢？也就是说我们的任督二脉要打开。那我们都知道肾脏是不是有肾气，心脏是不是有心气，心肝脾肺肾都有心肝脾肺肾的气，那每一个细胞都有每一个细胞的气，所以只要我们心念正了，我们的行就正了，我们的行正了，我们的精神物质就会达到平衡。所以大学告诉我们如何透过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我们如何财源广进的一本人际关系很好，还是你想要找到生命源头的方式，只要按照这个大学里面所跟我们宣讲的方式来做，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找到生命的源头。接下来大家知道我们今天送的一份礼物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春联。为什么要送春联呢？因为我们在春联里面加上了我们的讯息跟意图，只要我们在家里面过年的时候把我们春联张贴在我们的家的门口，那所有的能量就可以招感到清净慈悲的能量在我们家了。所以等每一个人看到我们的春联，他都可以学习白净事、白净法、白净，那是如此的清净啊。所以请所有的家人能够在这份礼物在过年的时候可以把它张贴到我们的门口里面，如果你们还有需要，我们可以跟国际身心灵研究教育机构来索取，但是我们数量有限。紧接着我们还有一张回条，我们很感恩高雄的朋友能够来参加这个讲座。那在讲座的过程之中，如果您有任何的建议，还是对我们有产生很大的回响，都请你呢能够的来填写这一个回条，让我们有感恩，让我们感恩您的到来，然后我们能有进步的空间。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份，大家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水哦，它是 DNA 高频率能量平衡水。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听过江本胜博士？他召集了350个人，在一个很臭像臭水沟这样的湖水，让每一个人呢在湖水里面透过一个感恩的话语，结果只有用了一点点时间，那个湖水竟然净化了半年都没有长藻，这是很神奇的。还有我们的意图意念很清晰，常常说好话的时候，我们的水的结晶会变得非常的漂亮。那这本这个实验呢，它有写了一本书叫做水之道答案，我们用这样子的原理把透过清净的能量加注在这个水里面，所以它是很清净的。我们可以回去的时候把这一点点水加到我们家里的水里面来。那还有我们或者是我们讲座过程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个扣钟，我们也可以对自己家里面的水来做扣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亲自来做这个水能量水。好的，我们最后我们讲座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分送一个健康心灵排毒养生餐。那这个餐点呢是经过黄金院黄老师呢精心来调配，配合这一场讲座所调制出来的一个养生餐。那我们非常感恩这个高雄雨花斋创办人雨花长老，他能够创办雨花斋，然后雨花斋呢他跟我们分享这个健康排毒餐。紧接着，只要你能真心付出，我们就能发光发亮。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请各位嘉宾，你可以上我们那个 FB 的粉丝团，或者是到 Google 可以搜寻啊，只要打上白净事这三个字，你就可以啊，可以查到我们的资料，或者是打国际身心灵啊教育研究机构啊，这两个打白净事比较简单啊，可以打这三个字，谢谢。好，紧接着我们告诉大家。
家一个好消息，白敬村在九月一号在后里落成了。透过黄老师一步一脚印的慈悲愿力，带领一群人默默的要将白敬星球降临在人间。白敬斋每次分送健康排毒餐给大众，主要是以教育为根基，结合福盛平台，囊括各行各业及所有的食衣住行娱乐的用品，让白敬村做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白敬学院连接每家每户的圣贤教育，唤醒生命源头白敬，让每个人的白敬从日常生活中扎根。欢迎你的参与。所以我们现在透过白敬村呢，我们很需要，我们还有一个跟一个农场配合，我们需要农夫一起来帮我们自参与这个有机的农场。然后呢，我们也需要所有的，你有任何的专长的都可以回来跟我们报名，我们都可以有一个白敬村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的地点在台中市后里区甲后路一段540巷1号。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单张上面有电话，我们可以来查询。只要你想要成为志工，我们白敬村都可以，就可以有提供您住，然后还有你的吃，但是我们就是无怨无悔的为大众服务。我们来看一下，好，当我们讲座就在这里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回到内心的白敬，请关手机，静静等候，腰挺背直，调整呼吸。讲座正式开始，我们以空杯心收圆，用清净心、慈悲心回到白敬室。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白敬法，大家请起立。我们请白敬法，虚空无限大，回到自身两眉之中的白敬法圆满具足，阿弥陀佛。让我们用最字再来做一次，大家精神一点，我们再做一次。白敬法，虚空无限大，回到自身两眉之中的白敬法圆满具足，阿弥陀佛。最至诚的心，最此地万事万物万心万灵的能量来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我们就用至诚的心向黄老师问好。黄老师好，大家请坐。谢谢。小的时候常常做着一种梦，梦到整个世界都被水淹没了，一直到现在的我都还记忆犹新，所有的万事万物瞬间成了废墟，人类所有所谓的财产一切化为乌有。那时候人类不得不团结，也将能够团结，因为所谓的金钱就是人类不能团结合作的主因。讽刺的是，原来人类的团结必须依靠世界性的灾难来让所有的人金钱财物化为乌有之后才能义无反顾的团结。现在人类所认定的不可能完全只是不愿意而已，其实事情很容易完成，难就难在那牢牢紧抓的不愿意放弃的信念，促使人类不想承认那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醒醒吧，不要再受到金钱制度的催眠了，不要再等了，
已经理解了赶快建立白净村，重回以天地所赋予的自然生活，帮忙拉拉还睡着的人。这一切未必像想象大家的一样，大自然会等下去的，但是我们要快一点行动。那如何行动呢？我们赶快有请多杰引导师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建立白净村，谢谢。各位嘉宾，大家早。好。好，我们先来双手接一下，好不好？来，给自己鼓掌一下，好不好？好，今天来啊，太好了。今天来到这边绝对是非凡的一天啊、哦！那我们要成就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不非凡，好不好？因为真的，我们今天就像我们一个船回到港的时候，你会感觉像什么回家的感觉？那再来呢？就像我们从这里要到生命的彼岸，看到我们的生命的光辉是一样的。今天这个讲座绝对是非凡的意义，绝对是哦无与伦比的。不是说我们自吹自擂，而是真的非常有意义。希望你们能够静静的聆听今天这一场心灵讲座，好不好？好。那我们国际身心灵的教育宗旨呢，秉持着慈悲跟爱心，就是大公无私、奉献付出、无怨无悔的。我们对于每一个，我们仅秉持的就是个服务的精神。任何一个都是犹如我们的家人一样，在座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家人。所以我希望唤醒在座每一个人都能够怎样回家才是最重要的哦。所以找回自身内在的大宝藏，入白净室不讲白净室，白净室非白净室，非白净室是白净室。白净室究竟是什么呢？白净室其实在我们讲的就是一个非常晋升成心源，也就是由我们从学习知识开始，然后转成智慧、清净、圣洁。来跟我们一起念：圣洁、纯净、柔软、谦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白净室。秉持着这五项，我们的服务的中脉，保持着我们的圣洁、纯净、柔软、谦卑、相信，来为每一位我们的家人来服务。我们每一个人就如我们的黄金岩黄老师，他秉持自称自己是真正的仆人，我们也是秉持着像老师的精神一样，我们也是向大众说，我们是大众的仆人。我们就是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家人，我们就是竭尽我们所能来付出奉献而已，绝对没有半点目的，单纯的心，这就是我们秉持的理念。好，然后我们的白净星球世界和平大同，我们白净地区的以世界和平大同、礼仪大同并为宗旨。白净村就是我们的世界大同村的示范村，在我们哪里？后里哦，我们的哦甲后路一段540巷1号，真的有碰到后里的时候，欢迎你们能够进来坐坐，也可以来住啊，不要客气哦，哦免费吃住啦，真的哦，不要怀疑。我们秉持的就是希望说，我们的世界大同村能够赶快落实在我们在香格里拉，也就是我们宝岛台湾，真正成为一个非常怎样自由自在、神性，而且相互帮助的一个国度。想不想要这国度的降临呢？想不想？以前我们哦，早期的老祖宗们夜不闭户，为什么现在大家要把我们的门窗关得紧紧的呢？因为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开了，心封闭了，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心闭起来了。曾几何时，我们没有把心放开，多久了？你家的隔壁邻居，你对他熟悉吗？有熟悉的，很棒。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隔壁人住的是谁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再拉回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唤醒彼此的那一颗真心，就如赤子波波的心一样。从白净里行者，以身作则，我们身体力行，将我们所有的一切，绝对是一致的，没有其他的分别心。从新天新地新教育新科学新医学新经济新科技新环保新政治，我们将最新的软体给予大众，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其实我们这台机器是最棒的。为什么我们要给人家实验？
为什么？我们有医学啊，为什么要没？医学的东西我们自己就是一台最棒的大医王，我们为什么要让人家去实验呢？我们自己被身体调整起来。好，谢谢，谢谢。所以呢，我们秉持着第一个，跟我一起念：我本健康，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本圆满；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心爱敌人，心爱敌人；心帮助人，心帮助人；不愿无悔的付出，不愿无悔的付出。所以呢，我们秉持着这个，就是我们的宗旨。我们也秉持着黄老师，我们黄庆燕老师，他就是一直的这样子的教导我们，我们一路跟着黄老师，也就是秉持这种信念，我们一同的在推动我们的白金师，我们国际身心灵就是这样的单位，这样大家理解了吗？所以国际身心灵研究教育的目的呢，我们大时代的时刻推动天体的白金师，主要的目的就是唤醒人类的，刚刚有念过了，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正解纯净柔软，谦卑，相信，要记住哦，这真的很重要哦。因为当你们将这五个牢牢记住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转变了。想不想转变？想嘛，怎么那么小声？大家都不爱哦。来，再说一次，想不想？想。好，好棒，给自己们鼓掌一下，谢谢。好，来。所以我们的目的呢，也就是秉持着公益完全免费教育为主哦。因为意识的概念细胞70%，核心价值的观念很重要。你注入了这个意观念里面进去的时候，你意图清楚，那我们就能够将我们的序列，甚至于未来你所决定的结果，它将会有不同。那圣洁的观念呢，就如同我们学习圣贤的老祖宗的智慧，内证行经。何为内证行经？将我们学习老祖宗的智慧，吴大德的智慧，将它内化，我再把它做出来，呈现出来，这就叫做内证行经。很多人只懂但没有做，所以说呢，知道不等于做到，我们要知道还要去做到。就像大家都懂不懂得道德伦理，知道吗？对不对？但是有的人遗忘了，是不是没有把它做出来了？很多没有，甚至我们都没有再重新以身教来做。但是就像上一代，他会不会下一代会不会学习上一代？也有可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想一想，我们自己身教也出了问题，有没有可能？有哦。所以今天就是要让你们探讨真正的目的，了解自己，明白自己。78核心价值观念就是让你清清楚楚能够找回自己，想不想找回自己呀？找，那就还要再配合30%的什么？30%的方法，什么方法呢？阳光、空气、运动、水、睡眠，以及我们正确的饮食观念，向光性的食物哦。所以啊，我们要不要晒阳光？要不要？要不要太阳？要嘛。如果没有太阳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温暖了？那是不是也会没有生机哦？因为没有能量。在这个大地地球里面，太阳它是给予我们生命的能量，所以万姓万里它都需要太阳的能量哦。所以阳光是非常重要的。再来，我们不要喝水呀？请问在座不用喝水的请举手。都要嘛。所以水真的很重要。那到底要喝什么水呢？不是一定要过滤好的啊，还是买很贵的水？不是，而是要有喝微量元素、有能量的水。其实你们家的自来水就可以喝了，只要把那个氯过滤掉就可以喝了。很多人都说：“哎呦，我被改理由太浅皮耶，结果说氯到变成什么死水，氯到变死水，喝下去对身体没有帮助的。”其实你们在地的水就由在地来喝，因为你会补充你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元素，明白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以后你们只要把那个氯啊去除掉，你们家自来水就可以喝了，就是符合你身体要的东西，你们就会慢慢去调整。这是真的哦。再来呢，97世界及十方之意，也指我们人体这器皿哦。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世界，那界呢也是各为世之间。那我们可以怎么说？是不是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这身体是不是一个世界？是不是也是嘛？那既然呢，我们讲了维次空间，维次空间就是哦，科学在说的哦，几维度、几维度、三维度、三到四维度、五维度，这个叫做维次空间。那我们脏器是不是？其实我们维次空间也在我们身体里面哦。我们每个脏器它也是一个空间嘛，肝脏、胃、肺、脾，对不对？它不是也有一个空间、一个界限？所以呢，哦，我们的细胞之间的关系维持哦，哦，所以它也是维持我们细胞的。大呢指无边无际，内无内，外无外，大到虚空，哦，到我们身体全部的结构。那现在医学报道，我们现在的全身细胞总共多少？100兆，100兆的细胞哦。那细胞有没有想法？有哦，它有想法的哦。所以呢，每个细胞都有它的思想思维。那你要怎么去统合他的思想思维呢？所以也就是刚刚我说的30%的方法，后面我们今天精彩的讲座都会跟你讲到。再来，同一体性、一致性，合而为一，所以就是100兆的统合，细胞把它统合起来，我们就能达到身心合一，甚至于我们常在讲的时空统一，这样明白吗？这就是世界和平。所以我们内世界和平，外也就世界和平的。好，来，这就是我们白晋示范村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后里哦。哦，这是我们目前哦也有我们女众的宿舍，所以欢迎大家来居住。好，来下一页。哦，白晋村的做法哦，就是女子宿舍，然后呢入住呢就审核填住哦，然后公约管理确认无误就可以来里面住了，完全不会收费，真的是免费的。哦，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来住，住个几天都没关系，有空的话哦欢迎来哦。哦，然后白晋斋。雨花斋大家都听过吧，有没有？那白金斋我们也是一样在推广哦，相关性的食物，也就是素食。那正确的相关性食物真的很重要，我们人体真的只需要吃相关性的食物哦。哦，那雨花斋呢跟我们相那个白金斋，就是说我们主要是教育为主，我们融入了教育，所以我们叫做白金斋。因为人不能没有教育，百年教育才是真正的将人心拉回来。如果人心一旦落寞，我们下一代还有机会吗？请问下一代还有机会吗？所以我们的教育真的要把它做回来哦，那我们的道德人心才会回归到原来自然的规律，明白吗？哦，人家说，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没有照天理走的时候，是不是一切都会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回归还原。好，再下一页，福生平台白晋和平卡，我们哦未来就是成为我们真正的一个学员会员，我们都有白晋和平卡，那记录在白晋平台所有的活动福生资粮。那这个福生平台呢究竟是什么？就是一个供需平衡。那未来季就是自给自足嘛，就像说我们可以哦，你有好的东西想要放到平台上，当我们一个志工他去哦付出的时候，他可以借由哦这样子去换取这个物品，或者是给予需要的人，这个就是一个达到供需平衡的一个平台，甚至以后哦有许多的互助的一个方式来去作为哦一个供需跟煤球的一个平台哦，那这是一个多方面一个平台，所以非常方便。那也是希望说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理解了吗？好，再来，白晋学院及数位学院，就是我们在讲的，我们以教育为主，所以数位学院呢，也就是在网络平台上，我们开始会有一些，就像电，我们那个电子书哦，这样子，我们在点选的时候，以后就会看到我们的一些教材哦，甚至我们做的一些文案哦，一些。哦，你们都可以从中去了解我们身心灵的课程，好不好？哦，这样你们可以哦，借由这样子的熏染学习，你们就可以哎，在网路上哦，就可以得到哦这些资讯哦。好、哦、，OK。然后做法，我们每个月都有固定性的讲座，哦，然后可以让我们大众哦就近来学习哦。每月以台湾为基础，各县市举办一个中大型讲座，接引大众。所以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场，这个就是高雄镇哦，我们今年已经办10场了，这一场是我们第10场，也就是我们今年的讲座的哦收员，将我们过去10场全部的能量全部收员回来哦，那也是做一个圆满。
好，来下一张。各地举办师资，我们也有师资的课程哦。还有所有课程大部分均有录影或直播，我们可以在 YouTube， 我们 YouTube 跟 FB 都可以搜寻哦。然后课程书面资料哦，我们均可以提供给予大众学习使用哦。好，所以呢，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们索取所有的一些资料、一些书籍，都欢迎，非常欢迎，可以请向我们的志工，穿着紫色背心的，大家举手，紫色背心的啊、哦，都可以向他们索取啊、哦，询问好不好？啊、哦，来下一张，谢谢。然后另外大众需个别咨询辅导的话，我们可以安排咨询，心灵咨询很重要，释放压力很重要，我们都有做这些服务，完全免费。我们真的就是秉持了一个无怨无悔无私，只有奉献付出而已。我相信在外面有很多单位都要收钱，在我们这里真的一毛钱不收，秉持的就是一个无私的心哦。来，第不定期哦，对不起，不定期举办户外教学，透过身心灵与大自然的交流，我们之前都有带一些活动在户外释放，所以欢迎你们都可以来哦，常常注意我们的 FB 跟哦，他们我们都有讯息啊、哦。好，然后结合公家机关、民间团体、食物银行以及慈善团体，有机无底无毒的耕作哦，不止关怀更多需要的大众，更进一步服务更多的人民，形成超联生态网络哦。然后我们现在有七甲的农地在配合，在我们的外埔哦，所以如果有想要来了解有机无毒的耕作，也可以向我们来报名。哦，你可以来当一日农夫哦，想不想来耕种看看？哦，学习有机的哦，都欢迎你们来。然后进入校园，透过功法健康教《弟子规》《静心》等生根下一代。哦，不只是《弟子规》，我们未来更推动四书五经哦，来进入校园，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更茁壮、更有智慧。也相信每一个人在座的都是爸爸妈妈，也应该有当阿公阿嬷的。那你们想不想你们下一代更有智慧、更茁壮，再起码你不输人的、啊，想不想？想嘛，那就是我们就是在积极推动这一些事情。好，所以呢，把脉就是回到生命的源头，回到自身；中脉就是学习，刚刚说了，再念一遍：圣洁、纯净、柔软、谦卑、相信。哦，解行并重哦。脉络，对不起，三页，感恩。脉络从事。然后始终由软脑膜及其上反复分支的血管哦的结构，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记忆很多过去生哦，这个未来的一些课程你们慢慢了解，它在记忆中，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把脉，只要找回自己的把脉，就是在脉络丛中哦。好，谢谢，下一页。身心灵研究教育农场，哎，大家请看，漂不漂亮啊？想不想去？想哦，赶快来报名就对了哦，欢迎，谢谢，下一张。然后我们看哦，蓄水池、生态池，还有萤火虫富裕哦，哦，所以赶快哦，想来的要赶快报名。好，再写，处处有地，处之哦，则安。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去接触大地？因为哦，我们借由接触大地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说，我们能够回归大地，能够将我们的身体与大地融合为一气的时候。那我们身体的能源就会跟大地来交流。那我们身体有没有电场？有，外面也有电场。所以当电场之间的交流的时候，我们大地的能量会回归到我们身体里面来，补足我们身体所不足的。那我们身体多的不好的，它就会释放出去哦。所以要不要来摸摸大地呀、啊？要不要？要。在座不想健康的请举手。做节目是要健康的，哦，拢袂嘛吼、哦，欢迎来我们的农场哈。哦，好，招募伙伴志工哦，够不够热情的举手，热不热情的，热情的好，都其他都不热情就对了，大家都不热情了，认为自己热情的请举手，啊，还是有人不举手，自己热不热情请举手啊，如果热情可以来哦，我们的志工就需要这种伙伴，欢迎大家来参加哦，谢谢，有举手的要来报名哦，谢谢干，好，哦，那所以我们国际身心灵的教育就是我们主要就是在讲白金式，脑中钻石，白金式哦，好 ，OK， 谢谢，好、哦，我今天分享到这里，感恩各位嘉宾，各位前程的白金旅行者，大家好。好啊，我是高雄的
台籍旅行者，也是引导师啊。我叫胡敦平，胡月福，敦敦的敦，平安的平。那我今天啊，很荣幸啊，有这个机缘啊，站在这里啊。首先啊，我跟各位分享我为什么会来接触到白金寺啊。我记得我在今年啊，那个三月份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学习啊，所以我常常在左营老人活动中心啊，我就学电脑。因为也通过，因为我们那个另外一个组织的志工啊，需要电脑啊技能啊，刚好在我们的老人活动中心，它有一个 DM， 就是讲到国际身心灵啊教育机构啊，这个 DM， 所以我就记得我跟我太太小梅啊，我们就在四月十二号啊。就来上这个国际身心灵的啊白金寺的基础课程，从四月、五月、七月、八月、九月一直到十月啊，我都没有间断啊。在这半年的过程中啊，我就比较深入到白金寺这个比较内涵，所以我第二个讲的重点就是啊，我学习白金寺的这个心得啊。首先，我第一点就是说啊。我很惊喜的听到啊，那个白金寺他是用科学的方式来解说宗教神学，令我在佛法的理解上啊，那个有大幅的进展。那怎么说呢？基本上来讲，我接触佛法大概连白金寺在内算是第十个宗派啊。那我常常看到前面九个宗派啊，通常都是用传统的佛法啊。来叙述宗教，不管是其他的基督教、天主教，或者是他们都是用解释这个佛法的一些经典啊，用解说的。那反而是白金寺啊，他通过我们这个大脑的组织啊，你想想看到我们这个边缘系统，它是跟情绪管理有关系，它的四丘跟下四丘啊，就是。啊，直接就讲独头跟二元地势。那我就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说，那我们的佛法讲的那个第六识是在哪里？他说第六识在边缘系统。那我们的第七识呢，就是莫那识，它就是指四丘跟下四丘啊啊。另外我们这个性仁和啊，它就掌控了我们整个三识，就是历劫累世的因果关系，或者是你熏习的习性种子。啊，这一理论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今天没有时间跟各位解释啊，你有空来学习哦。那基本上来讲，那我们的第八识在哪里？啊，黄老师跟我讲，第八识就是整个我们视脑室里面整个头部的细胞，加上我们这个脉络醇啊神经系统，加我们100兆的细胞里面的染色体啊，还有我们的染色里面所谓啊23对的这个基因，都是历劫累世的。啊，你历劫累世的一些所种植的基因就存在在100兆细胞里面。啊，我有听到一个宗派的大师讲啊，他说啊，那个地藏菩萨讲啊，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那众生为度尽啊，方证菩提。那地狱不空是指什么地狱啊？他有跟我解释说，地狱是指我们心中的地狱啊。不是啊，宇宙的啊，其他的那个地狱，而是我们心中地劫里是你心中藏了很多藏污纳垢的东西。那众生度尽呢？众生度尽就是说，你如果把100兆或者是60兆的细胞，整个每个细胞啊都能够很清净的话，那你就可以找回你自身的本性啊。这是我对他是用科学的学理来跟佛法。或者是其他宗教，或者是甚至于你们现在手上拿的大学，你们看一下这大学把佛法跟大学结合得非常的完美，你如果能够看得懂啊，也可以接近开悟了啊，也非常的好。那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啊我们这个白金寺的教育机构啊，它跟其他的不，它把所有的上过的课程，包含今天分享的课程啊，他都会无私分享到网站啊 ，YouTube 啊 ，F 啊，脸书啊，或赖群组，提供大家免费的分享啊。我常常有一些参加一些修道院啊，或者一些潜能大师啊这些课程啊，你会发现啊，禁止拍摄，禁止录音啊，禁止照相，但是
我们白旗的组织，欢迎你照相，欢迎你录音，欢迎你分享，而且是完全免费，这个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因为这有个什么好处呢？我们人的记忆力啊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可能说想到哪一段，哎，我透过上 YouTube， 我就可以把我刚刚遗漏的地方，我透过了时间来分享啊。那通过这个不断的反复学习，我就可以对这个啊内容我就有更加的深刻，所以这是他非常啊令我啊佩服的地方啊。第三个啊，我从半年我看到我们冯老师跟志坤群啊真的行真普里的精神啊，你们看到我们的创办人在哪里啊？大概只有穿紫色的人认识我们的创办人冯老师，他就站在你们这之中的一个，他不会坐在这个第一位，他也不会在那个贵宾室在那边等待我们请他来，他都不会，他跟我们的志工完全一模一样啊啊，他都是站在第一线跟着我们大家志工啊一起啊那个做真仆人的精神啊。一般来讲我们就叫佛菩萨啊，真仆人的精神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啊。所以啊，我们的黄老师率着我们的志工群，你如果看到黄老师是这样做的话可能还不稀奇，你如果看到所有的志工啊跟着黄老师的精神，大家做的是一样的，完全符合金刚经所讲的无相不施不求回报哦啊的精神从事交易，也因为这样子啊，我通过半年的观察以后我就加入这个组织啊，所以也在高雄这个地方啊也号召我们高雄有12个白金旅行者，大家虽然人数很少，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默默奉献，为这个高雄的一块地啊能够默默的耕耘啊。第四个，我也从白金市里面学到一些工法的受益啊，比如说那个膝盖工法啊，那个它里面有教啊，你这个膝盖里面拍一拍啊，从拍18下、36下到72下、108下，你如果每天拍啊，前面拍108下啊，侧面、内侧、后面拍108下，保证你活到199岁啊，爬楼梯啊，大概就不用换电梯了。我现在还在家里还是租公寓的啊，那我就想我本来想说大概70几岁要换一个有电梯的房子啊，这样我就不会那么辛苦啊，所以透过这个功法你就可以有帮助。另外啊，黄老师也说你就要每周快速的2次啊，而且每次要走2小时以上啊，1分钟走120步啊，你就可以快速累积降血脂血糖啊，这个非常好。另外那个折叠功，还有什么立线体交叉法啊，还有那个你锅补天的那个功法，还有什么王阳明功法，反正欢迎你来参加报名就会了啊。最后我跟个人提醒啊，我提醒自己啊，找回自己的自信，我们的自信就是自信佛，那个白净是啊，白净就是自信佛，白净就是找回你自己的自信本性啊，这就这样。我希望通过这个学习，所以黄老师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啊，有召集我们前职的白净旅行者的引导师啊，到白净村啊去那个做初步的那个学习啊，为期6个月，完全免费啊，完全免费，真的，我观察了，真的完全免费啊。啊，第二个希望就是说啊，我们高雄啊，黄老师每个月有一次讲座啊，每个月啊，我们11月份大概是就是每个月第二周的礼拜四啊，那11月10号及12月8号上午是在左云崇实里里面活动中心，下午在莲池潭左云老人活动中心上课啊，报名专线全部免费，期盼你来电。等一下各位可以照相啊，等一下我们后面结束也把它PO出来啊，向我报名啊，我的电话、我的手机啊，或者是你们向总部啊，今天你们有接受那个 DM， 向总部的那个郭信桥师姐、王一婷师姐报名也可以，她会转达我家。我希望啊，我们高雄今天来参加的高雄市民啊，有一半的人能够来参加高雄的组织啊，让我们这个白金市的理念啊，通过你们啊
开花散射啊！我的分享到此完毕，谢谢。谢谢我们曾品瑜老师。紧接着，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讲座第一个运动功法。这个功法呢，它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把我们能量提升到最高。那我们赶快有请我们的雅萍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染色体交叉功法，谢谢。白金嘉宾大家早，阿弥陀佛。今天呢、这个声音就像我们的功法一样哦，很棒。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是一个宇宙的大能量，它是代表着全知、全能、圆满的能量。存在我们每个人的自身，只是我们一直把它遗忘了。当我们唤醒你自身的白金事实，你找到了阿弥陀佛的位置，它也就会帮助你心想事成。当你意念清净，口诵或意念带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白金事也就回来了。那他，你当你意念清净的时候，你不断的护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会使你的内在的小宇宙与外在大宇宙的能量达到一个共振。我们都知道说能量是可以共振的，那所以说我们当我们自己身心有很多的负面情绪时，或者是精神注意力不集中时，我们都可以借助这个你意念或者是口诵阿弥陀佛，来将自己内在小宇宙与外在大宇宙的能量来共振，产生一个身心平衡的能量。那我们现在告诉大家阿弥陀佛的位置在我们的大脑的什么位置。我们可以看到阿就是在我们的顶叶，大家举起手跟着我一起找到你的阿弥陀佛。好，阿弥就是在我们的后脑勺枕叶的地方，咪很好哦。然后它就是在我们的额头，这代表着专注。它爸在我们的颞叶，在我们的两边，对。从这边你假如保持一个清净的心的时候，你不断的复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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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这时有没有觉得心清净的多了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能量，我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这个阿弥陀佛的能量，去回去分享给你们的家人或者是左右的邻居亲朋好友，因为这代表着心想事成。心想事成的能量是不是很大啊？是。而且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健康喜乐的，所以当你看到了你的好朋友，跟他说一声阿弥陀佛，你会微笑，会开心，所有身心的能量一定都会提升的。接下来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想要健康，想要生命活得精彩，完全呢都是要靠我们自己。那我们如何来活化我们的细胞？当你的情绪或者是稍微感到你自己能量有稍微下降一点的时候呢，像我自己呢就学到了这个一分钟染色体的功法呢，我就会随时站起来做一下。它呢其实是很简单的，可是它会马上让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呢插入了一个共振的能量，会产生马上迅速提升你的精神。那我们来看一下说染色体交叉功法要怎么进行呢？我们看一下我们模特儿示范哦。
我们采站姿，其实 您坐着也是可以坐啦哈。啊，就是当你左脚抬起来的时候，右手肘碰膝盖，然后右脚抬起，左手碰膝盖，然后左右交叉，好，然后这时候呢，口诵阿弥陀佛，这是很重要的哦，因为你要你的小宇宙跟你的跟外在的大宇宙一起要共振，产生能量的平衡哦。所以说就是左右交叉为一次，口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这样子。那我们大家想不想学这个功法呢？好，那我们现在请大家站起来一起做吧。站重请起立。也请我们的那个志工朋友们可以引导一下，是不是可以请一些志工来中间这个走道这边？助教团请就位。好哦，大家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现在开始，预备。
我本身在医院就是工作了好几年，所以我在医院看遍了生、老、病、死。医院就像是人生的一个缩影。可是因为当时我从小都是就是一直都是父母照顾得很好，其实在我爸爸生病之前，我连洗衣机怎么用我都没有使用过，因为家人都会帮我做得好好的。所以在医院我看到很多病人生老病死，我会觉得他们可怜，可是我没有真正曾经去想过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直到我爸爸2年前在台大医院开了心脏，在开心脏的途中他竟然中风了。当他中风的那刻开始，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苦。那种苦，那种锥心的痛苦，真的是让我说不出来，然后每天以泪洗面。直到我认识了国际身心灵研究教育机构，认识了黄老师，我学习到了白净寺，才让我想到说，下一张，我好像一条大船在娑婆世上流转，在游历中我总是交替的欣喜与愁怨之间，我感到生命的茫然，摇晃在茫茫的人海。所以今天我们的讲座叫做归港。所谓的归港，就是要回归我们自身的白净室。那现在我来为大家解说一下。我先为大家解说一下我们人体的构造。我们的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圆圈圈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边缘系统会造成我们的情绪，其中是由四丘跟下四丘这两个器官所主导，造成我们的情绪不稳。四丘就是所谓独头意识，就是我们常常都会有一种认知说，哎，我们很棒，哎，我们最好，就会觉得我就是觉得我最好，我最棒，然后产生了独头意识。那下四丘就是所谓的二元对立，你好我坏，你美我丑，总是有一种比较的心态。那这种东西就会造成我们的情绪不稳，边缘，我们的情绪会轮回，就如同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一直不断的在轮回。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有三个宝珠，叫做脑下垂体、松果体还有白净室。脑下垂体它主要是活化我们的白天，让我们白天能够有精神。那松果体它主要就是放松的机制，它会分泌一种叫做美纳托宁褪黑激素，然后帮助我们晚上能够好好的入眠这样子。那扣带回就是代表我们的专注，所以我们要口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会帮助就是让我们专注。那专注就是扣带回，那忏悔就是海马回。当我们忏悔的时候，就像我们眼泪流下来的时候，会把空气，会把我们空气里面的悬浮粒子都冲淡掉。所以真忏悔它会帮助我们就是排掉一些负面的情绪。那现在重点呢，就是来讲我们的白净室。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喜爱的就会一直想要去占有，讨厌的就一直排斥，我们的心总是患得患失，紧接着我们的烦恼就来了，我们的一生就是一直在这样子飘飘浮浮的当中。那白净室它没有空间，所以它跟任何物质它是都没有距离的，它没有时间，所以它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它只有当下。那白净室在哪里？白净室在我们的两眉之中，大家要记住，
白金是在哪里？两眉之中。哦，这非常重要。同底的百会下去，偏 C 一点点的交叉处。白金是它就像是一个镜像的神经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它在人体的丘脑脉络丛有一个空空洞洞的地方，能产生一股巨大的能量。所以我们的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我们人体的小宇宙可以跟世界的大宇宙相接，所以白金室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唯有认识我们自身的白金室，我们才能够排除那些情绪不安痛苦的情绪和能量。所以我们要回到我本具足圆满健康喜乐的状态。重点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分秒要保持在纯洁、圣洁、柔软、谦卑、相信的思维，这就是白金室。谢谢大家，我们有请丽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白金室心得。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大家好。好，我是高雄的白金旅行者曹丽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本人亲身经历的很超人的、超感人的小故事，请大家听。首先呢，白金室是真的改变人一生的信念。我是很认真的工作，对人也很友善，可是多少也会遇到个性很善变、很爱争执的同事，为了一点小事，一见面两个就像八辈子解不开的仇恨。我运用了白金室对他诉说，白金室深入两眉之间，百会之下，空空洞洞的区块，这里能量很强哦。为什么很强啊？叫那个朋友静静的想路 baby 是不是很可爱的笑容，她的皮肤那么的柔嫩，真想把她抱起来亲亲亲。哦，结果呢，生气的对方开怀大笑了。我两个就从此握好。这是真实的，言和了。从此呢，这个生气的朋友呢就跟我解开仇恨，这验证了白金室的奇妙。接下来呢，第二件事就是我们最近很忙，要发传单啊。那发传单的时候，我还会观察别人，把他带入白金室，帮助他解释白金室，可以使两个人减少争吵。旁边有一个先生呢，有够吗？今天吗？我已经告诉太太，好太太生气，请问先生，欠你这些要来行啊？我两人已经没有明天了。不错，夫妻个性不同，或是每天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不重要的事，我们把它撇开，撇开，撇开，专心。进入两眉之间，百会之下，如婴儿般圣洁、纯净、柔软、谦卑、相信的思维的白金室。专心想想，用那个皮肤可爱的笑容，水汪汪的大眼睛，哇！先生公，你够赞，我来等下气看卖呀，我等下气看卖呀，几工了，我都等你的先生，我跟伊个拜托我讲，先生啊，我讲了够好吗？先生公，呜，我终于跟外婆和好啊，多谢你，我嘛要来上课呢，要来了解白金室发挥出来的大力量，白金室。真的改变人一
我们白金丝的力量让我们没有代沟，使家庭和乐，夫妻恩爱，扩大群组团友，社会的一团和谐，大家和平相处，国家不会争执，进入世界大同白金村的国度，白金星球的国度。自由基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堆积太多了，对我们的自由基，对我们的身心都会有影响。那自由基我们在念头上有70%的念头来自于比如说我们的压力，或者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负向会产生70%的一个自由基的堆积。再来呢，30%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一些我们的烟还有辐射，这个叫做环境的污染会让我们身体里面产生自由基。那我们每天都必须要吃东西，每天都必须要呼吸，那怎么办呢？自由基在我们的体内堆积了怎么办？你们怎么排自由基的？来，大姐请说。问他叫我问别人，谁要说？来，智慧姐姐你来说。怎样排啊？就运动哦，运动哈，说得好哈，运动。这位姐姐她喜欢爬山，好。那在爬山的过程中，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流汗，我们身体从动能产生了一个热能，热能之后呢，我们的细胞就开始它会归位，它会活化。那活化之后呢，我们的身体慢慢会产生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疗愈的作用哦。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疗愈的机制，你要把它启动我们的身体健康不要靠别人，自己把
自己一点一滴把你的生命去要回来。好，再来就是我们要透过一个像光性的食物，所以像光性的食物呢，就是我们当季当令的蔬菜，它可以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好，再来下一张。好，这个呢是我们守护的六条经络，那我们守护的六条经络有心经，还有肺经、心包经、大肠经、小肠经、三焦经，这些经络呢，它如果通顺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会健康，我们的五脏六腑就会健康。如果它是阻塞的，那相对的我们的五脏六腑也都不健康了。那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就是透过运动，透过我们正确的观念。好，下来。好，自由基排毒功法，刚才我上面说的就是我们的观念的问题，那现在进入到我们的运动功法。运动功法30%，好，观念70%，70%，这边在睡觉呢，70%，赞，70%，很赞哦，有认真在看。前面的讲座大家都是很震惊等到我们的丽华引导师上来之后，大家笑容都出来了，很棒。那笑容出来的时候，你的脸上，我们脸上有粗的来说有18条神经，如果当你喜悦笑、开心笑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质的湿库水，我们大脑里面的湿库水它就开始活化了。所以你看一些那个阿兹海默症的人，他的脸上都不会笑。所以呢，我们有事没事就要怎么样笑，不要吝啬你的笑。好，自由基排毒功法呢，我们就是两手举直那我们有极泉穴那边有一个比较深层的一个排毒，比较深层的一个排毒，它会从我们的流汗的过程中会把我们排出来。再来呢，我们的肋骨，然后横膈膜这边把它往上拉。好，待会会跟你们做会跟你们一起做。好，现在讲解，往上拉的时候，我们整个气都上来了。好，那慢慢做的时候，在经过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身体的里面的阻塞的气，它会透过我们的脚底的涌泉穴排出去。好，所以呢，一系列下来的活动会让你非常非常健康，尤其是你在排汗的时候，排汗是我们全身里面最大的一个全面的那个排毒的点。再来，好，当我们做完35分钟到40分钟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缓和的一个动作。这个缓和的动作呢，就是帮我们头部下来下到一半的气还没有完全下来，我们就透过缓和的运动，前后左右，来把气再排得更顺畅。好，那现在呢，还有吗？先生。好，这个好，比如说待会你做的时候哪里会酸哪里会痛，好，它都会有一个点，比如说你的左边这边在酸，表示你心脏在排心脏的一些废气跟毒气，右边这边就是肝胆，那后面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血液系统的问题，前面会酸会痛就是我们免疫系统的问题。好，那现在我们来进入到功法，请大家慢慢站起来。待会做的时候要记得什么？微笑，脚不用垫高了，微笑嘛，记得微笑。我要站上去看你们。好，把两手举直。好，两手，我们旁边左右两边都会有模特儿。好，把两手举直，好，慢慢往上翻，然后呢，手背过耳际，好，这个时候呢，你的气先往上拉，我们先拉气好了，来，往上拉，好，提杆，往上拉，舒服，好，舌顶上颚，舌头顶着那个牙齿内部再进去一点点，舌顶上颚，我们现在做这个动作好了。好，我们脚再顺便往上垫好了。好，慢慢垫起来。
眼睛看一个点，专注一个点，可以平衡你的身体。好，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没有放下来。我要指挥，所以我要走，我可以放下来。阿弥陀佛六，你要看看那个我们的那个。还没，我们还没有走，我们先给他拉气一下。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好，慢慢坐下来。好，我们再来做第二次哈，好，两手交叉，两手交叉，好，吸气，好，翻转，在盘中这边翻转往上，呼气，好，眼睛看一个点，好，脚尖慢慢垫起来，慢慢垫高。好，往上延伸，往上拉，再延伸，再延伸。好，慢慢脚放下来，手边放下来了。好，现在我们就进入到哈我们的自由基排骨哦。好，我们看两边的模特的胯骨怎么推出去。好，来，预备，起，阿弥陀佛一，胯骨把它推出去。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脸上的微笑忘记了哦，我让看第几哦。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把关节把它往左右推出去。阿弥陀佛十二，阿弥陀佛十三，阿弥陀佛十四，阿弥陀佛十五，阿弥陀佛十六，阿弥陀佛十七，阿弥陀佛十八。阿弥陀佛十九，阿弥陀佛二十，你经常每天35分钟，这样子会让你的曲线好，身体越来越有曲线，好，下腹部肥胖的它会一直越来越短小。阿弥陀佛二八，阿弥陀佛二九，大家一起来数，三十，阿弥陀佛三一，阿弥陀佛三二，阿弥陀佛三三。阿弥陀佛三四，阿弥陀佛三五，阿弥陀佛三六。好，我们今天在这里就36下，不要放下来，不要放下来。好，好，现在呢，你在家里，假如35分钟哦，走路哦，你在户外或者在公园是这样子，这样子看到了吗？好，来，我们的模特来。走路，好，在公园走路是这样子哈，啊，人家看到你问你说，啊，你走路哪安内，你都要改动啥？我在做自由基排骨，好，你要不要来一起做？好，好，对，家里这样子或者在公园，35分钟完毕之后呢，来，我们往左或者往右都可以，那我们一起全部往左。啊，你的左边在这边，好，往左拉，底侧神经，现在气把它，好，拉拉拉，慢慢从那个底侧神经那边把它抬下去。啊，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六，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慢慢回来，换右边，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六，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好，换前面。好，前面的时候就是拉我们的脊椎了，往前，两只手往前。好，下巴也往前，然后你的臀部往后推，下巴往前拉，臀部往后推，背部尽量可以平的就给它平。好，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弥陀草草啦，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六，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好，慢慢起来，往后拉我们的中脉哈，来，你看屁股夹紧，往后拉，拉中脉。阿弥陀佛一，再尽量往后。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有人表现很专注哦。阿弥陀佛六，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
阿弥陀佛时。好，三八回来，还没有放下来。好，现在呢，我们再活化我们的末端的甘粒子，来甩出去。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也要微笑。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六，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好，慢慢放下来。你们比较有精神，有吗？有哈，那回去要做，每天最少35分钟。你的体线、你的曲线就会慢慢出来了。它是排我们的自由基，当自由基比较少的时候，你就开始冻龄。什么叫冻龄？大家都知道哈。一间慢狗展会，他认真做，你就差不多保持在50岁；60岁认真做，就保持在60岁。但是观念很重要哦，观念占的比率70%？哎，你管用不用？记忆太好啊，刚才出来。好，那今天自由基的排毒功法送给大家，谢谢大家，请坐。谢谢。信巧莹老师，还有所有助教团。紧接着要跟大家介绍一位人物，他是我们白金村的神秘人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白金村每天每天都要煮饭，然后每一个都会说好好吃，好好吃哦，但是又不知道他是谁。他今天有来我们的现场哦，我们请他招手一下。一个人来，他带着他们家一家四口全部一起来白金村。但是到底是什么动力让他们一家人都愿意来白金村付出？我们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大家不认识你，认识一下我们白金村的祖祖哦，香积菩萨。我是戴娜，刚刚看到我们白金村的这个每一个人的吨位都知道我煮的菜好不好吃哈、哦。好、啊，欢迎大家呢，都回来白金村吃饭。老师、各位嘉宾、各位白金旅行者，大家好。好。在2个多月前呢，我先生呢，因为他连续跌倒了2次，然后到后来他是不能站了，他也不能坐了。不能站也不能走，他只能够在地上乱跑。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担心。后来透过老师的不断的关心啊，还有探视，还有大家呢来为他叩钟，我们练一遍的叩钟呢需要21年。我们透过大脑来改变他的回路，然后呢瞬间呢我们就可以从低频转变成高频。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好的文字波人。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5部经典呢，就是金刚哲学、弥陀心理学、圣经、华严经文科学跟妙法莲华诗集。然后再过来下面呢，弟子某某某呢，那是念我们的自己的名字。粉身碎骨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看破跟放下的意思。然后最后的阿弥陀佛呢，就是心想事成。现在我们大家同声开口来。一起叩钟。今天所有参与活动的嘉宾和与会大众及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及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白金寺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
贫血的问题。再过来第三个揭秘，最重要的是大家来看一张很可怕的照片，这个是我们南美洲首家人类大脑博物馆展出死于学毛虫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吃了什么？它吃了肉，所以它产生了它死于因为吃肉类。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的肉类它含有很多的学毛虫，这个学毛虫呢，它会吃进去以后，它会长在我们的染色体的端粒酶里面。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寿命是跟端粒是有关系的。那大家看一下，等一下我们收远一下哈，它很恐怖。吃了肉类以后，肉类它藏在我们的染色体之间，所以有些人他就说吃素都吃不饱。不是的，是因为我们的肉，我们吃了以后，细胞里面的学毛虫在喊出我很饿，我很饿，不是我们人的饿，是学毛虫它饿了。所以一般而言，你只要大概半年以后吃相关性食物，半年以后就不会产生饥饿感了。那个饥饿感来自于我们的之前吃的肉所散发出来的讯号。所以现在有很多，所以我们大家今天的养生便当呢，就是提供相关性食物给大家的。好，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可能这个我还没有讲完。好，一锚定江山，这是什么意思呢？一程山水，一段路，一则故事的产生，往往在人不经意的时候，也往往消失在最深刻的刹那。有一个人，他赐予我命运，让我拥有不同的生活。我和他常常在一起，从他身上学到人可以透过多么简单的生活。我从他身上看到只能从书上看到的典范，他是我们所有白净旅行者的贵人。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不管怎样总是爱他们。大家可以一起练哈，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如果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如果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到攻击，不管怎样还是要做善事。如果你耗尽心力的努力可能会白忙一场，不管怎样总是要努力。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即便你会被耻笑，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我们必须在爱中成长，为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去爱，去给予，直到白尽。这段文就代表了黄金院王老师他平时的所作所为。我们感恩王老师能够在这百忙之中抽空前来跟我们的贵宾分享他的人生的经验，让我们每一个人用最真诚之心欢迎他的到来。掌声有请黄金院王老师。